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忍者蹲。一，弄错了再来。世界之大，凡夫俗子，难道你不想尝尝老子的味道吗？我喜欢你。你这句话我等了好久。你见过急性子的人到底有多急？输液我都嫌慢，我一般都直接喝。哎呦我的妈！输液我都嫌慢，我一般都直。新年新对象，年年不重样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凭什么我受了委屈还要假装大方？善良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委屈我自己让你开心吗？你们发现了吗？女人只要不爱这个男人，碰都不会让他碰。但男人只要是个女人，他都想碰。想做你的妲己，火锅阳明是泥土，毁了你的江山也毁了。请问您平时穿皮裤吗？不穿。是因为喜欢小动物吗？也不是，是因为穿皮裤的时候放屁味儿不好散。哎呦我的妈！好的，谢谢。